大教缘起第三这个法藏因地啊第四再来自心精进第五这几品现在进入这个第六品48愿我们之前好像是第二品得村普贤之后大家有交流学习好像这几品就没有了那抱歉了刚好最近呢有点受寒了所以今天呢看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做一个交流就这七品经的学习自己在这段时间的就这几品经还有老和尚的开示的体会落实可以跟大家做交流包含我们董丽亚老师他已经开始复讲了我们老法师无量寿经的课注大家学习有什么体悟收获例行这个都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看有没有哪一位同修先开始因为我们这个是无量寿经研讨不能变成都成得一个人在讲这个有点名不符实所以我们几品星下来尤其这几品经大家觉得最重要要学什么大教缘起了法藏因地第五是自心精进了这几品经我们学习的重点在哪里发大誓愿第六这几品经呢都跟阿弥陀佛有关系的老和尚有说了他给我们介绍老师阿弥陀佛是老和尚介绍的老师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最好的老师我们向老师学习这个习呢学习呢有效法的意思我们跟老师学越来越像老师这个才是学了儒家有提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你看考虑研究心浮气躁是没办法的
啊，你心没有安定下来了，你去思考问题呀，去处理问题呀，有可能越帮越忙了。哦，要知所先后啊，要先知止啊。还说，哎，止于至善呢，止于自觉觉他，哎，这个都没有错。哎，但是你一遇到境界了，自觉觉他哦，好像有点抽象，哦，好像啊，用不上力。哦，所以李炳南老师讲到这个知止了，啊，他说你以孔子为老师，哎，这个你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以孔子为标准啊，这个是知止了。哎，当一个人起心动念、一言一行，他都会思考。哎，孔子会怎么想？孔子会怎么说？会怎么做？大家想一想，这个人会不会顺着自己的性情在说话、做事？好，那我们把李老这一句话、这一段教诲，哎。拉到我们来学《无量寿经》了，哎，知止止在哪？止在阿弥陀佛啊，以阿弥陀佛为榜样。哇，那这几品经啊，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了啊，这也是。啊，承德初学佛老和尚说的啊，把《无量寿经》啊变成人生的剧本了。哦，那大家想一想，《无量寿经》是剧本，那男主角是谁呀？啊，不能说男主角，主角是谁呀？啊，说男主角了，那我们女同学就很不服气了，嗯。你看，还是没有学到阿弥陀佛的心呢。你看，一讲话开口便错啊，哎，自己有分别了啊。你看，先讲男主角不好了啊。你看，阿弥陀佛考虑的周到啊，怕我们起分别执着。你看，48愿，大家长得都一样，哦。身心精舍啊，相貌都一样啊，不然呢，到了极乐世界，相貌不一样，哇，这生烦恼了。哎呀，人家长得比我漂亮啊，甚至于更严重的生嫉妒心了啊，到时候还去整容，麻烦了，好，破坏自然景观了。阿弥陀佛考虑得很周到啊。哎，那我们现在处理事啊，讲话呢，能不能考虑的这么周到？哎，48愿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呢。哎，我们学到阿弥陀佛这个心境呢，就用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了。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呢。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哦，大家看，阿弥陀佛学习呀，啊，高才永哲，与世超逸，信解明记，悉皆第一，代表他学习最认真了。哦，哎，这个我们要不要学习？要啊，哦。好，那我。不知道昨天承德分享课程呢，大家有没有参与？啊，有哦，哎，那昨天上了什么？啊，有没有信解明记？
哦、还是昨天我都放下了，嗯，啊，要放下该放下的哈、哦，哎，那是五欲六尘要放下啊，习气贪嗔痴慢要放下，哎，好的教诲啊，我们要入心，啊，哎，听了领悟了，跟我们的灵魂融在一起了。哦，这叫随文入观啊，听经随文入观，读经随文入观，哎，哦，就像我们听老和尚讲，请佛注释，嗯，老和尚分析完了，啊、哦，这个世间七十几亿人，啊、哦。哎，能够闻佛法的有多少？佛法当中又是正信的佛法有多少？啊、哦，哎，又能遇到念佛法门啊，当生成就的法门啊，又能遇名师指导啊、哦，这样算下来，有这样机缘的人太难。啊，老和尚说：“那你不请你自己住持，你请谁了？”哎呦，这一段话，哦，我当时听的时候觉得有触电的感觉，哦，好像当头棒喝。哎，那这一段话，我这一生不会忘了。啊，那首先呢，不要外求了。登天难，求人难，不求人，要求自己呀、啊！哎，要把自己这个勇于承担的责任心啊，要拿出来啊！哦，哎，拿出来了，不怨天，不尤人了，不抱怨这个社会了。自己先带头了，自己不带头啊，哪还有批评人的资格呢？哦，所以老和尚在啊，无疆给我们的指导啊，和谐社会从我心起来。从我家做起来，这个是从根本的，君子务本。哦，哎，所以大家有没有听哪一段、读哪一段？哦，产生感悟、触动。哎，终身不忘。哎，这个是一个好学的态度。你看，铭记在心了、啊，没有忘了。哎，哦，包含我们董老师准备这个大经科注啊，哦，我相信花了很大的心力啊，功夫在里面。啊，董老师，老和尚非常老实听话的学生呢、啊，啊，台上三分钟啊，台下三年功啊，啊，大家有这个机会可以听啊，啊，要很珍惜的，哦、啊，不能视为容易的。就不容易珍惜了。好，哎，看看大家这段时间听课有没有很触动的地方？哦，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探讨到了，这几品经都是谈阿弥陀佛的。好，那我们学习过程，哎，有没有把这几品经？
阿弥陀佛的心形变成自己的心形了，这叫学佛了，学佛是心去做佛了。好，我们先有请董老师啊。谢谢董老师的分享啊。我们听完董老师的分享啊，再读《无量寿经》德尊普贤这一句经文，我看感觉不一样了。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啊。你看他一自在了。哪个可以护念众生的因缘出现了啊，他为诸数类就不请自由了。你不自在的时候啊，你很难这样应因缘。而且听完他的分享啊，大家想一想，何处是道场啊？有没有感觉家里面的每一个情境啊都变道场了，是吧？吃饭是道场了，家里的园子也是道场了。这个是真正清楚啊，到底这个境界是在考自己什么了。到底也这一尊菩萨是来提醒我啥啊，这考明白了。这个五十三餐的味道出来了。有没有听完诸位忍者有触动的给我们董老师 feedback 一下回馈回馈，哎呀，今天开悟了啊，发现自己的过失了。念头哪里不对了，听完察觉到了。及时表达一下心意感谢这个就是用真心了。你说有感悟了但是还是很不愿意讲很不愿意马上表达自己这种情感，适时表达情感呢，这个才会自在的。情感都憋在心里面不自在了。好，有没有？好，有请善护老师哈。善护老师。我们看董老师他刚刚分享他怎么变得自在，我们听了都欢喜啊。但怎样才能在念头当中自在？这个不是我想自在我马上就自在了，这个正念能提得起来啊，那是要下功夫的。熏得不够啊，你真正面对境界的时候，这正念提不起来了。这一句随他去吧，那可能是长期听老安讲经啊，产生熏闻的力量哦。甚至于有可能是，董老师我们这两年多啊，担任教学任务今天要讲一个小时的课啊，那要准备多久啊？整个心都是在经教里面了，妄念就少了，正念慢慢就多了。老法师有说啊，有人说他是爱讲经的法师，
老和尚，老和尚讲这段话的时候，你看老和尚那个笑的，啊，哎，那笑容是我们的学处啊，哎，笑里面透出什么？别人怎么看怎么讲啊，老和尚不会放在心上。哎，我们有时候很在乎别人的想法看法了，把自己困在里面了。啊，而且老和尚借由人家的批评啊，他把它转成法。啊，他说我是用这个方法来对治我的妄念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为了对治妄念的。舍妄归真呢，就是这个目的啊。所以心呢，要定在经教当中啊。哦，而且呢，这个心呢，就不容易懈怠了。哦，我们都清楚，哎，懈怠呢，怎么对治它？哦，不能只是觉得，哎呀，怎么又来了？哎，你不知道原因出在哪？你怎么化解这个结果？啊，立誓练心呢？练什么心？练在境界当中啊，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是明白的心。哦，就像刚刚董老师，他领悟到了，为什么我在这些境界不自在啊？不是他们的问题啊，你看现在自在的他们还是他们了，这根本不是他们的问题吧？境界没有问题啊，是我们心里的分别执着才产生障碍，产生烦恼了。尤其是什么控制的念头，要求的念头啊。哦，你看刚刚董老师的整个叙述过程都含有对对方的要求在里面，是吧？你看人家原子都整理好了，你不整理你不是很难受吗？那是自己难受，又不是对方难受，那就把自己的认知都要强压在对方，让他要接受，就要求。你说老法师的一句法语，你不真正把它练成你的存心，你还是受用不了啊。老和尚说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要求的念头，放下对立的念头。奇怪了，我们对一般的朋友这么不容易生闷气，为什么就最近的人都特别容易生闷气啊？客观的来讲，可能我们家里的人修养也不见得比对方差啦，不见得比这个朋友差啦，是吧？哦，我想董老师的先生修养也不错的啊。哎，这个人水平差太多，成不了夫妻的啦，是吧？哎，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很多公案都。哦，有一对夫妻相约哦，这来世在做夫妻哦，啊，结果在不同的地方修行啊，好像他的太太就来告诉他，下辈子我们成不了夫妻，你现在修的境界比我好太多了。哦，所以俗话说，龙交龙，凤交凤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呢，是有道理的。啊，我们今天要去极乐世界，首先贫道要接上了啊，要德尊普贤呢，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这叫相应。相应两个字啊，时时勘验我们自己啊，我跟极乐世界相不相应啊？好，所以这一句经题啊，就提醒我们
要怎么相应啊？大乘提醒我们心量要相应啊，清净心净佛土净啊，平等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普贤菩萨第一礼敬诸佛，是不是平等恭敬平等心哦？所以这一句经文就提醒我们修清净修平等心重要啊，十万亿尘去此不远啊，心作心事啊，啊，我修清净平等心，我自信的极乐世界就现前了。所以真修的人不是临终的时候才现前啊。海贤老和尚那见阿弥陀佛见好多次了，要看莲池大师他要往生的时候好像说我第四次见了，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他们见过了。哦，所以大家内行人看门道哦，这董老师这一番分享很有法味哦，啊，大家不要只是羡慕哦，那关键点在哪？他放下了什么执着点呢？这是我们的学处哦，哎，哦，我最近感觉啊。经一事长一智啊，不简单。前世不忘后世之事，我感觉我们还是比较习惯打迷糊仗，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比方说自己修行，家里人不认可，我们有没有真正把原因找到？没有把原因找到啊，那情况会改善吗？哦，有找到原因了，他们善根太差了，是吧？这个把责任推给人家了，推给众生了，推给外面的境界了。一切不离因果啊，可是这个因不能推错了，推错了还在抱怨别人啊。哦，所以真的经一事长一智啊，不简单。我现在感觉儒释道了，这每一句话不能囫囵吞枣啊。你看正己化人，这太上感应篇教的正己有许多手段方法。什么时候正己啊？每天万境交集的念头一不对，就要赶快，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了。化是什么？哇，那太上感应篇汇编说的好，化是自然然啊，不是你去掰人家，不是你去控制人家，是人家因为你的行为他自然感动了，他就变化了。好，家里人是我们的依报，随着我的心转，随着正报转，哦，刚刚董老师说了，哎，我自己放下了，自在了，哎，家里没事儿了。你看，这个依报转了，关键在自他不恶。你看佛法就要在这里体会了。
哎，真的，他们是我心所现的众生，我的心变了，他们就变了。不见一法，离心别有。看《劝发菩提心文》这话讲的多深刻啊！若见自性是众生，故愿度脱；自性是佛道，故愿成就。不见一法，离心别有。哦，所以你今天看到家里的人，你觉得不认可什么了，你马上拉回来，一定是我这个心，它是我心反射出来的境界。哦，刚好跟一个同学交流啊，他就提到了，哎呀，这个念佛法门这么好啊，哎呀，我这个父母啊，他们都不接受啊。啊，他们只知道学佛求福啊。好，你看，这是他的认知了。可是对我们听了老和尚的经教，我们用经教来思维。好，学了之后啊，我们的做人做事啊会不断提升的。好，我请问大家，你做人做事提升了，你家里的人哪一个人会反对？不会啊。你看我们搞形式主义太习惯了。所以我曾经遇到一个女士啊，她说我先生非常反对弟子规。我说你先生反对你的孩子孝顺吗？他说不会。你先生反对你的孩子有爱兄弟吗？是不会。啊，你先生反对你的孩子行为谨慎一点吗？守信用一点吗？他说不会啊。啊，但你先生会反对他爱护别人吗？不会。啊，会反对他亲近孔子吗？有德行的人吗？不会。但是他就反对弟子规，嗯，你看他结论得很好啊，他根本没有找到啊，是因为他学的执着了，他现在反对弟子规了，你看稀里糊涂了，而且这个心态越偏越厉害啊，因为觉得是先生错嘛，没有觉得是自己造成的啦。所以这个同学就说了，哎呀，这个我修行啊，我家里的人不认可啊。我说为什么他们不认可啊？说他们觉得我迷啊。你干嘛修的让人家觉得迷呢？他说这个我早课起来，我觉得做精修结啊，我还念佛。很好啊，我做了一个多小时啊。哎，可是他们觉得我学迷了。好，那你总不能你念得很舒服了，然后让他们生烦恼吧。佛法重实质啊，佛法的功夫在哪？功夫不是你可以念一个半小时，你可以念两个小时，叫功夫啊。功夫叫放下。你在这个境界当中都不能放下自己，那你在哪里学佛啊？是吧？你坐半个小时，他们生欢喜，就坐半个小时就好了嘛。然后在车上好好念嘛，他们不在的时候好好静静，有什么关系呢？干嘛那么执着呢？那这个题目不就是让我们和顺众生吗？哎，这个题目我在学佛一开始的时候就考这个考题啦，总不能这个题目发下来了，每次都不知道在考啥了，或者写错答案了。哎，真的，我初学佛了，听经才一年左右啊，
到一个佛寺里住了，跟一个大我好几岁的同修住在一间房里了。哦，他看我都听老和尚讲经啊，他说你到这里来了啊，就不要再听老和尚讲经了啊。其实我一听就知道他的意思，就听他讲，不要听老和尚讲了。诶，可是我冒出来了，老和尚说了啊，他看到你生烦恼，你避开他就生欢喜了。对呀，那老和尚这一句啥时候落实啊？ Right now， 当下就在这个境缘，他在我不听，不听不影响我精进啊，我念佛啊，是吧？我一执着，他在我也要听经，那叫我执着了。他在我念佛嘛，他在我可以看因缘落实老和尚教的嘛，他不在我在听嘛，世事无碍。跟老和尚学啊，八个字一定要学到，不然就白学了，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哎，假如不知道这个考题要恒顺众生哦，那他会卡你十年二十年哦，你会原地打转哦，过不了关的。所以真正是提升我们的做人做事啊，我相信你的家里人没有一个人会反对的了。而且我们提升我们的做人呢，你跟他的关系就会改善了。你看我们做儿女的，你学了老和尚的教诲了，你更孝顺了，你养他的身养他的心体恤得更细致了，他会反对你修行。我们就是太强调这个向上的修行了，然后又没有体恤他们的感受了，结果他们觉得我们迷了，他们生烦恼了，我们还觉得他们没善根了。你看这是障碍都在自己的内心里，不是在外面啊。可是你看几个人总结是自己的问题啊。所以夏莲居老居士说以调伏习气为精进啊。所以学佛实质上先放下我执，念念为他人考虑着想。我们一学佛了，那个强势就出来了。修行最重要，我要换工作，哇，一下全家跳起来了。你这么高的薪水你一换，哇，家里人心都不安了。你看修行最重要，你不能把你的认知硬要压在他们的身上啊。对呀，念念为他人着想是世间第一等学问的。不是不能换工作、这个首先呢，你在当下不能生烦恼。我们其实很难安住在当下，都是有一个希望假如怎样了我就能怎样，我就会精进了。真的给你的没门，你在当下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心了，哇，真的满你的愿了，那贪心就起来了。人心太容易执着了。你看同修今天有同修要请我去他们道场。这个也会产生执着。就一直在那里琢磨怎么把陈德法师请来啊？
说实在的，他当下就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不一定是我去了才能做。可是他假如形成这个执着了，就麻烦了。所以学佛最难的就是不要产生执着，不然就不能因无所住了。一有执着，必生烦恼。哦，生烦恼的就不自在了。所以观自在菩萨啊，诸苦皆从贪欲起。你有贪求了，你有希求了，你的烦恼就来了。其实佛法是圆融的，实实在在讲，他能放下这些执着了，我人不去啊，我都可以帮他，而且差不多。哦，当然我也能考虑到了哈，这个对一般的大众呢，不能要求太多，是吧？啊，假如大众有很多是铁粉，啊，那有时候见见面呢、啊，还是有必要的。哦，可是我们已经是修行很多年的人了。你要以道来论啊，实在讲呢，不能以道相论了、啊。我去了，对他们帮助也很少，甚至给他们添麻烦了。真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你去了之后，他又产生其他的执着了、啊。对呀、啊，你看，佛陀知道啊，阿难对他有执着啊，他赶快走了，涅槃了。阿难就住正阿罗汉果了。所以学佛要用，就用在当下。你今天要换工作，你不能着急。你换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家里人的感受？你当下能不能在工作当中就把佛法用出来？不然就会执着啊！我一定是换一个工作，我才能精进。你在当下你就很难提升了。再来，有可能你当下就可以行菩萨道了。你说：“哎呀，我这个行业很忙啊。”那跟你同样行业的人，他们都在你这个境界当中。假如你能在这个境界里面还修行得力，哇，你是广修供养啊。跟你同样这些工作的人，你可以跟他娓娓道来。所以今天你看董老师这一席话，哇，我看大家脸上都有开悟的笑容。啊，这比我讲的还有力道啦。为什么？现同类生呢？这是家庭主妇啊，哇！你看我讲不出那个味道出来了，什么零原子离了，什么这我也搞，我讲不出这些话来了，这些情境不是我的情境啊，真是这样的啊！我以前举过例子啊，你看刘树云老师，人家得过红斑性狼疮，比癌症还厉害啊，人家恢复了。哎，有机会到医院去了，跟人家一劝，哇，那种感同身受的语言，人家听完之后就流眼泪了，很有信心了，不一样啊！好，我给人家讲两句，你又没有得过癌症，站着说话不腰疼，不一样。哎，我昨天见到一个同修啊，我体会到了。他的孩子自闭症啊，你看他很痛苦啊，甚至都想寻短啊。哎呦，应该是跟佛的缘分很深啊，转过念头来了。后来他开了一个中心啊，专门教育自闭症的孩子了。
你看烦恼即菩提啊，他这个烦恼一转过来变成一种愿力了。所以大家在哪一个习气突破不了的时候，哎呀，我假如突破了，我可以帮助很多人改掉这个懈怠啊。哦，所以善护啊，你的道场啊，哎，怎么突破懈怠？我自己正干了，突破了，我就可以广修供养了。他说的，他接触这些自闭症的孩子的家长，他一听就知道你能不能体会他的心呢？啊，哇，这是带众生苦啊！哦，所以家庭主妇是道场哦，大家知道家庭主妇有多少吗？太太有多少吗？哇，大家度的众生范围好大哦。嗯，所以啊，这个懈怠啊，很可能是愿不够强。懈怠啊，很可能是用力啊很猛，可是呢又达不到什么效果，有点气馁。哎，懈怠有很多状态啊，你得看到你的心是什么状态啊，你才能突破它啊。我是因为什么生烦恼了？遇到的很多事情自己都不顺了，都生烦恼了，就懈怠下来了，是吧？大家有没有，哎呀，有点，哎呀，家里人都怎么都真的这么难度啊，你就懈怠下来了，你没有找到原因在哪里啊。好，哎，刚刚善护提到啊，戒律很重要啊，当然它延伸到念佛很重要啊，这是对的。可是戒律很重要这一个场景啊，还有另外一个让我们学习的重点。其实它光是一个故事里面呢，就好多重点了。可是大家有没有学到善张家大师心地的柔软？你要学到了，你才会用哦。哎，这一句戒律很重要啊，它是可以体恤到老和尚当时候的状态。心境，那请问大家，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面对他人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对方的状态吗？哎，这个只有自己知道了。能感受到对方的状态，你绝对不会去控制他，去要求他。是啊，这都是善知识给我们的学处啊，柔和。你看为什么能柔和直指，随缘，了解他现在的心态，不会硬掰他。多少缘讲多少话，做多少事，你看李炳南老师跟老和尚讲，看多用心啊！啊，这个劝老和尚去内典班啊，那学讲老和尚学讲经不行啊，那开悟的人才能讲啊。李老说，开悟的现在没人讲不行啊，佛法会断呢。啊，
那讲错不行啊，下错一个字转语都500世也护身了、啊。哦，那李老说，那没关系啊，你讲祖师的注解啊，讲错了他负责啊，不是你负责啊。老和尚怎么反应？嗯，那还是不能。给他讲了那么久了，那他还是不能。你看，那李老也没有生烦恼啊，是吧？好、哦，那不能，那看看行不行啊？那看看可以，你看多柔软啊！他马都不强求的。哎，我们这个事例听很多了，这个心境学到了，用在哪？跟自己另一半相处，跟父母相处，跟最亲的人相处，因为跟最亲的人相处最容易控制要求，最容易讨人情。嗯，嗯，哦，所以《礼记学记》讲啊，知其心，然后可以救其事。好、哦，那我们要去护念每一个人，都要知其心。啊、哦，那现在重点来了，怎么知人家的心呢？我怎么感受不到啊？我们的我见，我们的自我感受太强了，见识烦恼太强了。我的看法，我觉得怎样对，你就很难倾听别人了，你就不容易去体会别人的心了。都是自我的感受做主了，你怎么去感受别人？啊、哦，我们的我执，见识烦恼越淡，我们感受别人的能力就恢复了。哎，我自己是恢复了一点哦，还差得很远。但是我感觉我学佛之后特别容易流眼泪。哎，跟一个老太太聊啊，她流泪，我也跟着她流泪了啊。不过我有练了一个功夫啊，就只在眼眶打转啊。啊，因为我哭得太厉害了，不好讲话了啊！哎，啊，这个是讲课需要啊，啊，跟人沟通需要啊，得练这个功夫啊，转不下来。那特别能感觉他的心，哎，你感觉不了人家的心啊，你讲话很难跟他产生共鸣。好，所以当我们今天感觉，哎，我好像感觉不到他的感受了，就赶快啊，来调整自己了，把自己我执啊要放淡了。好，当然啊、哦，啊、像刚刚这个董老师啊、提到，哎，他的女儿啊、我们对他不要去控制，他那么大了啊、你看，一个孩子来到我们生命中，他2岁是2岁的缘，他10岁是10岁的缘，是吧？他15岁是15岁的缘。你不能随缘了、啊，那就他现在都15岁了，你还用对他7、8岁的时候的态度，他铁定接受不了了。所以好多家长就卡在这里了，他有执着点了，他在以前当中产生一些习惯了，那孩子已经状态不一样了，他不能随缘调整，就产生抵触了。
但不是不管他们哦，是不控制不强求，但是会随着他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抓住机会教育点。哦，你看，哎，他要去旅游了，啊，哎，交代他，哦，你看，这个阿弥陀佛的佛像放着多好啊！啊，他每一天都看着佛像，就看到妈妈的关心了，妈妈的爱随时伴随着他。哦，哎，教他任何急难要念阿弥陀佛。哦，众生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啊，或者念阿弥陀佛都可以的。哎，好，旅游很好啊。我们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你看，你都是顺势而为。顺便还把老祖宗的东西顺道带给他。哦，你看，哎呀，我有一个朋友也很喜欢旅游啊。哇，他在旅游当中增长很多见识啊。哦，他一些见地我很佩服啊。你看，你都是随缘引导他。这个旅游怎么旅游更有价值。嗯。诶，我听说那个以色列啊，教他们的孩子，以色列也是很会教育后代的民族啊。他们好像说高中毕业还是什么毕业的时候啊，哎，一定啊出去全世界走一走，增广见闻。哎，你世界走几个国家，那个心胸就不一样了。哎呀，这个世界上太多人跟我不一样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风俗生活习惯，见多了不会狭隘了。好，首先也是感觉啊，就像劝发菩提心文说到啊，首先是念本师恩啊，念佛恩呢、啊，这佛真的是生生世世随足于我啊，心无暂舍啊，我们肯相信了，肯回头了，哦，都可以感觉这个佛的加持力啊，非常非常的强，哦，啊，而且啊，这个无居士也感受到。哦，老人家是佛再来啊，度化我们的。啊、哦，那这是他自己的感悟啊、哦。当然了，这个感悟啊，也不要到处讲啊、哦，啊，不要见了大众了啊，就讲。啊、哦，我们讲话呢，也要看对象啊、哦。啊，刚刚跟大家强调了，你随时要能感觉对方的状态。哦，现在我们大家都是老人家的弟子，啊、哦，哎，自己这个领悟啊，大家提出来分享探讨，啊、哦，假如都不是学佛的，你一讲这个，他们很难理解了，哦，那我自己没有您的善根哈、哦，我是被别人提醒的，啊、哦，我记得当时我是刚学佛。哎，我开车去拿法宝啊，高雄净宗学会啊，拿的过程呢，哎，我遇到一个老菩萨，哦，那应该七八十岁了，哦，那我就载他回去啊，再坐我的车啊，车上就聊了，哦，我这不是哇，这个老和尚是佛再来了啊、哦，他老人家说。而且是最大的那尊佛、哦、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啊、哦、但是最大的那尊佛，哎，我当时候哇，他那句话好像就好像
当下就我好像被醍醐灌顶那种感觉啊，眼泪也是在眼眶里绕啊，没有掉下来。哦，说不定他是西方极乐世界来菩萨，刚好那一天就化身给我看的了，真的。哦，这董老师啊，说不定你先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这不把你磨得自在的，这解脱不了了，哎。很难讲哦，说不定一往生啊，好、哦，原来是这样啊，哦，所以转个念啊，现在你卡在哪一个人的境界里面呢？你就想，这就极乐世界来的菩萨了啊！我没有这么考，我怎么进步了？就原地打转了。哦，那你说感悟啊，这些都是瑞相。哦，但佛法有一点很重要哦，不能执着，一执着就麻烦了。好，哦，那这个状态呀，要好好保持。哦，这一份，哦，你刚刚叙述到的这些情境，哦，哎，你流泪了，谈到笑，啊，哦。流泪了，就是现在呢，心的状态啊，哎，跟真心啊比较相应，哦，能感念老师的恩呢，啊，《劝发菩提心本》里面提的，必有因缘方得发起啊，啊，念父母的恩，流泪了，啊，念老和尚的恩，啊，流泪了。啊，老和尚讲了六十几年，就是为我讲的。哦，相信老和尚是佛菩萨，哇，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你这个信心这么强，那听经闻法的受用不一样的。啊，那包含你提到说，哦，好像自己出家了。这个维摩诘经说的发菩提心啊，是名真出家。哦，佛法是重实质哦。所以老和尚有讲嘛，出家这个分析了四种情况嘛。啊，身出心也出。身不出，心出；身出，心没有出。第四个，身没出，心也没出。啊，我们要出生死之家，不能再搞轮回了。啊，所作已办呢，不受后有，不再去投胎了。哎，当下呢？不造轮回业了，啊，哎，人家搞轮回，随他去吧，啊，你又控制不了别人，啊，随他去吧。但是我不搞轮回了，我随缘了，自在随缘念佛了，我不控制了，控制是轮回心造轮回业了，啊。哦，所以这个是出家的精神。哦，那我们念这个恩呢，念恩呢就要报恩。哦，我们呢，荷担如来家业，为人演说。好，哦，我们在这个世间一天好好落实佛法，供养给亲戚朋友。有缘的众生，哦，你看你回来，你们夫妻共修啊，很精进啊，这就是表法了。哎，哦，当然，哦，我们汉学院还有很多不足啊，哎，也请大家多指教，啊，是大家的心太美了。
看什么都美啊，哎，哦，那因为今年的因缘呢，啊，这个由我们欧洲的同修提出来啊，希望到韩学院啊，因为他们的孩子啊，虽然在海外啊，哎，他从小学传统文化，哇，结果呢，这个提议啊，跟院长一表达，跟同仁一表达，哇，他们都很高兴啊。啊、哦，陈德也是很敬佩他们的，啊，他们都想着，哇，这些孩子的缘这么好啊，啊、哦，能够这么早，哎，来跟韩学院结这个缘，啊、哦，那他们就有一个方向目标了，我们总希望下一代比我们更强啊，比我们学得更好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哦。承先启后啊，一代比一代强，才有希望啊！哦，所以大家也是很欢喜的来迎接啊这个因缘啊啊，就是开放给欧美的啊孩子家庭啊来啊，当然我们的接待能力有限哈。我们总结经验啊，啊，这个应该每一年都会办啊，这个到时候再我们再来看啊。好，那这个我还挺羡慕你的，您是中医师啊，哎呦，这个度众生很容易啊，是吧？你看他一有病苦了，你帮他解决病苦了，这你很信任，哇，这个时候你把法供养给他，这个缘特别容易结。好、哦，你看李老就是高明的中医呢，嗯，哦，而且您现在是以阿弥陀佛为榜样，阿弥陀是大医王啊，啊，解决众生身心灵的问题，哦，那，你们家的诊所开始放光了啊！你们家诊所变道场了啊！好啊，随喜随喜啊！好，那当然也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哦，您刚刚有提到啊，就是你最近这种很好的感悟啊，感受。您放下了很多，哎，可不可以请教您放下了哪些？有舍有得啊，哎，而且这个财布施啊，得财富啊，哦，不是说我们去很计较啊，怎样多赚一点钱呢，你就一定会很有钱的啊，财富的真因啊，在布施。哦，而且你看佛法，哎，有时候你转个角度来，这个一做，通通都欢喜了。啊、哦，哎，你没有想通了，好像自己也很烦恼。哎，哦，最后把佛法用出来啊，都会很受用哦。啊、哦，有佛法就有办法。啊、哦，有没有同学现在觉得，哎呀，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啊，几个礼拜了，几个月了啊！哎，这个都可以探讨的。啊，我们这个班是小班制嘛啊，哎，啊，大家都可以在哦佛法的落实当中啊，可以来分享或者探讨。哎，这个修行过程呢，都有起伏的。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啊、哦，所以啊，平常心去面对境界。哦，看岳涛的脸色啊，最近考试确实不少。哦，哦，现在4点多了，哎呦，
我还以为快一个小时，现在快两个小时了。两个小时。哦，时间是假的，嗯，是吧？真的太快了，一下两个小时了，我好像才聊了一会啊。哎，那哦，那应该是我讲话太长了。那啊、哦，我们还是啊，回到刚刚的那个重点了。每天都在经历事情，我们要把问题、我烦恼的因在哪，把它找出来，立誓练心。比方说，在岳涛的分享当中呢，哎，你可能有一个烦恼的因，就是你会比较。哎呀，我之前念佛挺好啊，哎呀，我现在怎么这样呢？你看，你一比较，你生烦恼。哎，把这个比较的心放下，安住当下。我现在心定不住了，我就告诉自己，自具分明。啊，我现在是在想什么让我不能很好念佛呢？我现在已经没事了，怎么我念佛念不好呢？那一定你还在想其他的事。哎，为什么我还想他呢？我就是在意他，我在想他，那就这些都是我放不下的东西。我得看破它，我想没用啊，我想它不如念佛啊，想它浪费我的时间精力，又对别人没有好处，甚至有坏处。你担忧一个人啊，给他的是负面能量啊、哦，所以这一点我母亲做得很好啊，我把你交给阿弥陀佛了啊，哎，他不担心我了，他念佛给我回向了。哎，母子连心的，我母亲有一次吃错药了，哎，人不舒服了，刚好那时候我也是觉得不舒服了，我说奇怪，也没啥事了，怎么突然不舒服、哦、后来隔天我就打电话了，也吃错药了。你看母子连心了，你的状态会影响孩子，你假如体会到这点了，那我要随时保持最佳状态，好好念佛、哦、所以观心为要这四个字啊，大家要好好去用功，心是根本、哦、当然你也体察到了，当我们、定课有保持、有反省，那正念比较容易提得起来、哦、所以为什么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一定要保持定课，保持熏习，不然会陷到很多事里面去烦恼了、哦、甚至于在处理事的时候啊，都要提醒自己用佛法来思维，来处理事情。事可以多，心不要乱，也不能随顺自己的想法看法去处理事，随顺经典。那我处理事也是熏习啊，我处理事也是修行啊。啊，我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也在劝自己啊。啊，这佛法不可须臾离也。当然你实际操作有什么困难，把它记下来，我们再探讨。啊，我自己是就是这么在练呢、啊。嗯。好。哦，你看我最近也有烦恼啊。受寒了，咳嗽了，我在那想，哎呀呀，能不能讲课啊，这个入场券都发下去了，哎，我起这个念头，哎，这是烦恼，不能想，念佛，
哎，这也是我的境界呀、啊！哎，要对佛菩萨有信心，绝对没问题的。哦，每个人都是在境缘里面修啊。好、哦，好，好、哦，这个都很正常啊，你不要气馁，也不要自责啊、哦，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过程。啊，这个为人想啊，感恩心，也要慢慢练，慢慢练才慢慢提得起来。哦，也甚至于提不起来的时候，也可以观察，为什么我提不起来？障碍在哪？一定有的，啊，不然这是我们本有的。真心是慈悲的，会为人想啊。真心是会知恩报恩的，啊，所以感觉任何境界都不是坏境界，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问题，开悟了，嗯，都不是坏事，啊，要 positive， 嗯，啊，去面对事情啊。啊、哦，你比方你刚刚提到说，你现在是研发的，做研发的，说了他不听啊，哎，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境界了。嗯，所以你要把董老师那一番话再听几遍啊、哦，用在你家庭的境界里面啊。我们心啊，修行人的心不能太粗。啊，不然看不到自己心念的错误，要从心源隐微处啊，默默洗涤。啊，你比方说，哎，我有提醒他了，他不听啊。第一个，你提醒的时候态度怎么样？是吧？再来，你提醒的时机点对不对？哦，我们刚刚说的，你要讲一句话的时候，你清不清楚对方的状态？你看，戒律很重要。张家大师他了解老和尚的状态，哦，他能体察到老和尚他们那个年代啊，他们也是知识分子啊，啊、哦，可能对佛法有产生一些。先入为主的认知了，觉得那都是几千年前的，所以不强要他接受，点一下，点一下，哎，哎，有时候你提醒一个人啊，你时机对了，他容易接受；时机不对，他嫌你烦，甚至于你找我麻烦。我现在正在关键的时候，你还吵我。你看，你提醒人，你知道境界要清楚，嗯，好、哦，哎，我有提醒了，我在心上有没有放下控制？啊，我有提醒了，我尽了力就好了，随缘。哦，而且你提醒他的时候，你有没有理解他？哦。那讲出来的磁场不一样的哦。其实啊，我问一位女士啊，我说你最希望你先生做到什么？她说多理解我一点呢。哦，那我反问她了，我说你理不理解人家？什么事离不开因果啊？你今天想得到人家理解的果，要种什么因呢、啊？你要种理解别人的因吗？啊，爱人者，人恒爱之嘛。人家爱我们是果啊，因是什么？我爱人家，修因得果啊。
敬人者人恒敬之，没有事离开因果了。啊，你看，可能我，因为他，啊，要跟先生讲的时候，拜托一下，你知道我持家有多难吗？你怎么净给我添麻烦呢？拿那么多东西回来干嘛？哎，心里在那打鼓了，空空空空空，是吧？啊，你在提醒他的时候，你是充满了希望他理解你。可是有可能他在研发过程当中遇到瓶颈了，他在那啊，在那突破那个瓶颈的时候，你有理解他吗？哎，哦，所以其实这些境界啊，很可能都可以提醒我们，我们要修的重点，要突破的关键在哪？大家不要觉得这是生活上的小事啊，修行哪有大小事啊？嗯，好，哦，您刚刚还提了一句啊，自己的感受啊，自我感受太严重了，哦，这叫开悟了啊！哎，我没有看到问题了。哦，那怎么放下它？啊，我们要了解自我感受啊，是轮回心造轮回业呀。我们是去极乐世界的。我一定要去的，我不能反方向走啊！啊，尤其看破什么？看破自我感受，对自己没好处，自我伤害。啊，观自在，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我们的心念呢，一跟自性不相应了，烦恼就来了。我干嘛好日子不过呢？干嘛让这些烦恼每天牵着我的鼻子走？是吧？只要跟自性不相应的念头起来，烦恼就跟着来了。那我何必过烦恼的日子呢？不如念佛啊！念佛即是自心现呢，深深唤醒自己呀。哦，常常用这些经教，以理则情，哦，把自己的情绪呀、啊、分别执着调伏。对呀、啊，我们起这些感受，对自己、对别人都没好处。干嘛浪费精力跟时间在这个上面呢？哎，人生都在选择呢，怎样做才会自利利他？不要再自害又对别人没帮助的心念跟言行，把它要止住了。啊、哦、啊、哦，所以。达摩祖师有一个手势啊，将心拿来，老身帮你安呢、啊。我们心不安嘛，这都是妄心，假的，它不存在的，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别把它当真，你把它当真，就被它一直折磨着了。啊、哦，正念现前，这些妄念。邪念就污染不上了、哦、有个方法提供你参考、哦、诶，你在自我感受跳不出来的时候啊，你去帮助别人、哦、诶，你一帮助他了，跟他聊几分钟，你就觉得自己的状态不一样了。这是我的经验，
我有点不舒服了，找个人一聊，我一定跟他谈佛法了，我聊个两三分钟啊，我就觉得我的人不一样了，就转过来了，所以我很感谢净缘呢，这些净缘都是在成就我的，不然我很容易就陷在烦恼。所以感谢大家，我一看到大家，我就没其他的妄念了。我得专注给大家做法供养了。妄念不起了，慢慢慢慢，它就不能影响我们了。好，那今天先到这里了啊。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刚刚我们这个吴居士说的，我刚刚去接孩子啊，都能敬奉摆第一啊，不能把听课摆第一啊，这样会出问题的啊。听了就是要做嘛，我听到别人是去敬本分，没有听课，哇，我很高兴啊，我不会说别人没听课我不高兴啊，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们佛门呢，你看，37道品，四念处，四念处很重要，看破放下啊，看破啊，四念处看破，四正情，断恶修善，四如意足，是放下。你看如意，如意是回头，从五欲六尘呢，回过头来了，不去追求五欲六尘了。所以知足了，常乐了，那追求欲望淡了，烦恼就轻，智慧就会增长了。所以这个关键大家要看得到，尤其是不觉得别人有错了。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那不见世间过的是常见自己过了，与道即相当了。看六祖大师这个话很有味道哦，我们真的把它落实起来有受用哦，跟道相应了，与道即相当了。佛门呢很重要的是转念啊，转烦恼为菩提啊。你看，本来可能我们会觉得家是烦恼的枷锁啊，你转个念呢，家就是道场了。你看现在夫妻相处有问题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吴居士啊，你们夫妻继续发展呢，就有人来给你请法了，真的，这我都可以预测的啊！看这个情形就知道未来会怎么有什么结果发展了。所以我们为众开法藏啊，从哪里开啊？从自己敦伦敬奋，做出真正的效果心得来。真的人家会来请教你的。你看我们佛门呢是不执着的。你看阳明先生他对儒教啊贡献很大哦。好像他的因缘里面呢，我不是很记得很清楚了。当时候好像他遇到一个高僧呢，就告诉他，现在佛门呢人才辈出，反而儒家缺人。你看，把他引到儒家去。所以没有执着一定要哪个形象，怎样做对众生有帮助，我们愿意去做。你看稻盛和夫他是出家人
好、哦，你看这个鸠山由吉夫首相请他出山，人家也不知足，结果你看他出来度的众生面更大，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奇迹，日本航空转亏为盈才一年多，啊，几千个企业家向他学习。哇，现在哪个出家人要几千个企业家向他学习，不简单了。哦哦，所以看每个人的因缘啊，哎，我扮演哪个角色，不管出家在家，真的能利益的众生最多，那这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情了。嗯，哦，所以大家把爸爸做好啊，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每一次我们一聚会啊，这个传统文化学习班回答问题三十几个问题啊，差不多一半都是家庭教育的问题了。啊，大家喂猪宿类做不请之友啊，哎，好好转家庭的法轮呢、啊，可以利益很多众生。好，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阿弥陀佛。我最后再补一句哈，就是我们在家庭啊或者人际的互动啊，我们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好像都一直在一个循环当中跳不出来，哦，好像那个夫妻的相处啊，那个跟同事的相处，好像那个恶性循环好像跳不出来。但我们的心境有转变了，比方说当我们有去理解另一半呢，我们那个理解真正做出来的时候啊，就会感动触动对方的善根，他觉得你变了，诶，他有被理解的感觉了啊，一被理解他的善根就起来了，彼此的良性循环就慢慢慢慢就转动了。哦，所以这还是从我们开始啊，你想求什么就先种什么，这个因果真是不虚的啊。好，谢谢，阿弥陀佛。